是咱老客户了啊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就心想，我说你这是干啥的？你整的是花里胡哨的，我以为他是玩嘻哈的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去看看。这次是怎么说？回收吧。这也是在我们家买的是吧？啊，对。当时是买的那个原生态的 ETB。啊，对，前两天给我发信息说我这个屏幕有划痕，扣多少钱？他来 N 次了，包括说我们还有别的一些交集，基本上就从客户做到朋友了。没事呢，就过来跟我送点啤酒。今天咋空手来呢？那不是你性格呀？忘了，喝不动。你每次过来给我啤酒，你也没自己喝，你不是给我的吗？你贴着膜的哪来的划痕？啊，没有啊，是这个。这是啥？也是在我们家买的吗？对呀、啊。这不也是贴着膜的吗？怎么哪来的划痕？那天我把膜揭了。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个小硬伤，无求所谓啊。正常老朋友，你这过来这都不扣钱，回收的话他妈扣个200块钱。但是今天你过来了，我要盘你，我得扣你个多少钱？300。你今天带啤酒就扣你200，没带啤酒扣500。老弟，我真的服了。多扣个300块钱，要掉价是吧？反正9月20号以后，兄弟们快了啊！就是一个月以后，基本上手机它会陆续掉价。想置换的话，也就是尽早一点。这个是原生态的，是吧？啊，对。测都不用测了，在我这买的原生态 ET。兄弟们，这台手机你们放漏啊，15 Pro Max。啊。ETB 的原生单卡，勉强能算个95星，其他都是完美的，就屏幕一点。然后咱俩一会儿玩个游戏，好吧？啊。就是平时你看我又跟人家去搞这个有奖问答，对不对？嗯。今天你过来，我也给你安排上。哦。但是咱们这个呢，就改一个字儿，惩罚问答。好好好。你答错一道题，我扣你100块钱。你答错两道题，我扣你300块钱。答错三道题，扣你800块钱。那谁怎么形容来的？哦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向，对不对？啊、人家粉丝上门，我肯定要给人家那啥。你是粉丝吗？不是。对呀、啊，那就得杀你呀、啊！多少钱？75。兄弟们，这个手机咱们回收到7500啊，那么具体多少钱给你们放漏啊，就看我出的问题他能不能答错。那一瞬间脑子里边懵了，行不行啊？行行行行，你别出门骂我啊。啊，没事，我回家骂。回家骂。咱就直接围绕着《三国演义》吧。《三国演义》都没看过。没看过、啊？随便问吧，你问吧。真的假的？蒙一蒙嘛，蒙一蒙嘛。那你懂啥吧？你说这历史以来你懂啥？历史不懂。你懂啥？你懂球？球我也不看。你怎么这样的？你这我惩罚呢，我都不知道从哪块惩罚你。摇骰盅，啊，摇骰盅，啊，行行，一共3把啊，嗯、100/100的啊，233啊，广东玩法啊，来给摄影机看一下，你看吧，看这么快，只看一眼的，记住了没？没记住啊。啊，那你再看一眼。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啊。看这个表情，应该最多就一个对子。我操！先说就一个对子的话，那我就来一个稍微猛一点的，3个5灾。3个5灾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呦。很纠结，开。你有一个，我有2个。7500，减100块，咱第二把啊。啊，好好。只要你第二把赢我，那、咱们就不需要第三把了。嗯，你懂我这意思吧？嗯、除非我3连冠赢你，那就下去800。7500减800等于多少钱？6000。6000。6600。啊？7500减800等于多少？7500啊，我以为7400。好、啊、了，再给摄影机看一下来。好，你自己看了没？看了，看好了。这把落盖挺快，说明这个牌有点好。来，我来看一眼啊。一样，来你先叫吧。上把你输了。刚刚多少？3个5灾呀、啊？啊，对对对。在哪跌倒就在哪里爬。3个6灾。那我要飞的话就得打宝了，对不对？6个6飞。6个6飞呀、啊？对啊，你有3个。我就纳闷了，你架不动了，你这把就输了。6个6飞怎么说？那我还能叫什么？可以叫7个几啊，或者说是直接开，或者说是5个退灾。哦，开。你开我干嘛？你拿3个，一人3个，你为什么开我？你开我你就输了呀。哦，开呀。哎，来，兄弟们期待，我希望他是4个。你怎么在放水呢？你是不是在放水？没有啊。你是不知道怎么叫了是吧？5个6灾肯定叫不了。你拿4个，你为什么不叫搏一下加7个呢？肯定就2个嘛。这个杀了你200，最后一把500了。好啊，500是不是有点大，兄弟们？虽然说好朋友也不能这么杀，最后一把300了，行吧？1、2、3，好吧？来，给摄影机看一下，看好了没？这把牌不好不坏啊，来，过来扫一下。叫，刚刚叫几个？4个6个，5个6灾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上来就叫5个6灾。你着着实实要送我钱，你有3个，我有2个，来开吧，你拿3个你就赢。哪来的5个6灾？你是明显放水的，是不是？你拿1个，你为什么叫5个6灾？没有，唬一下。就想给兄弟们放点肉。人家我都给人家次机会了，我再给你次机会，你不能瞎鸡巴叫来。我不要机会了，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
15 Pro Max ETB 啊，亚太版本就是无锁原生的单卡，屏幕呢有点小划痕，贴膜基本上无视啊。7500减掉100，减掉200，然后再减掉300，那就是7000块钱给你回收。嗯，可以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真没问题啊。你哪天有空你跟我说，我请你吃饭。好，这台手机兄弟们啊，给你们6999，直接秒。6900。啊？我减了6900。啊？6900。哦，这一共是600块钱，6900，那就是6899，整个华强北我说的，你这是。